你知唔知係十二點半先食到早餐？佢做啫。算啦，喺度睇落車啦。飛明啊，落去。希望佢預咗一個鐘啦，唔該。嗰個老細一個鐘。咦，你點知等車？你點知等車？最多三個鐘。因為十一點之前食完早餐，我十二點半先食到。算啦，你任何時間食都得㗎啦。你知唔知係十二點半先食得落啊？因為佢十一點半食早餐。佢做啫。算啦，我得，但我爹哋唔使車。我又話係咁啦，你聽埋我哋，聽埋我。